5:35的时刻，做了个梦。1994年的时候，在深圳的时候，在一家中医肿瘤医院里边，哎呀，那里边人呢，或者在肉麻来吹捧，啊，吹捧院长啊，当然由外面的领导来视察什么之类的，演戏表演，吹捧那个，吹捧那个外面的那些领导啊，正在这个时刻，一个大飞碟降落下来了啊，大飞碟降落下来了。大飞碟降落下来以后，我们活人当然看不见啊，死人看到了啊，死人一看，马上感觉到他们是来自于更高维次的啊，高于我们这边的那些生命体，哎，他们一见到灵界，高于我们的。那生命体来了一个，马上像活过来了啊，人类像活过来了，连麦就开始，唱赞歌了啊，赞美那些外星人，赞美他们，赞美他们，赞美他们，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的，生活啊，就这样的生活，对那些高级的就是吹捧，肉麻的吹捧，然后那些外星人就看着像干嘛呢？看了老半天也没看到他们在干嘛呢，做什么活动呢，又是跪拜啊，又是磕头，因为那些没见过这个架势嘛，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需求啊，磕头磕的，外星人想，难道是他们想要求乙呀 那求东西嘛，求东西嘛，还放了一些那个那个碗之类的啊，这个就是求的时候还带上些贡品嘛，但外星人理解啊，你是不是在求东西啊，在外星人看来要求的话那就求乙了啊，其他都没多想嘛，求乙了啊，然后外星人就通知另外一个地方送一杯的水过来，送下来的时刻，哇！一下子，把两座山山间，淹没了啊！把两座山的山间淹没了啊！把两座山的山间淹没了啊！把两座山的山间淹没了，把两座山的山间淹没了啊！淹没是不是有点意外啊？超出了我们想象啊！超出了我们想象啊！意外的话，超出了我们想象。但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？原来我们都是见到那个外星送水都送到水库里的。没有说送到三千街上扑下来把那个山之间都淹掉了，原来那个地球人在肉麻的吹捧，在跪拜的时候，那个外星人都看不懂这个，理解错了，理解错了就哗水就扑下来了，
脱下来以后，然后血慢慢上去，上去，有个人感应到了，有个人感应到了以后，就肚子里胀了，肚子里胀了，水啊，肚子里胀了，也想这一切都是来临临近，我们眼睛也没看到啊，没感觉到啊，但这玩意儿啊，实实在在就出现了啊，出现了也产生了影响，基本上这个状况啊，这个同我昨天早上临牌的那个，信息有点像啊，有点像啊，有点像，这个是昨天早上我临牌跟别人临牌了一地，就肚子鼓吧，有点像，这个呢是今天早上我5点多钟，梦境当中出现的，然后现在早上尚未忘了啊，现在临牌就发现这个事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